近日 ，Lisa 参加疯马秀，在东亚网上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在诸多讨论中 ，Lisa 也终于迎来了疯马秀的首秀。虽然外界不少阻止的声音，但 Lisa 一直表现得都很坚定，并没有被外界所阻挠。昨晚在 Lisa 疯马秀表演现场观看的网友发文爆料，称 Lisa 在表演时将绑在自己水晶胸衣上的黑色丝巾解开，并扔到了 LV 三公子的身上，疑似公开秀恩爱，引发全场尖叫。此前 Lisa 就多次被拍与 LV 三公子同游，引发另一层猜测。更有人透露，这次 Lisa 在疯马秀上演出，三公子更是带着自己老爸等一家人前来助阵，可以说是给足了 Lisa 面子。据悉 Lisa 在这次演出中尺度最大的造型就是穿着一件半透明的黑色蕾丝内衣出场，但是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响来看，他们并没有感到低俗。总而言之，疯马秀的表现形式的确让很多人都难以接受。